才想到来看我们呢。哦，在山下办了点别的事儿。哎，大姐，这是刚才路上买了点吃的。哎，这是我姐夫让我捎回来的。哎，你看，你姐夫也真够可以，今儿给我捎几个苹果啊。这还有梨呢。大姐，你知道这山上啊啥也没有，这还是姐夫专门嘱咐我买的呢。 哎，这小孩叫何啥来着？菲菲。哦，菲菲，来，叔叔抱抱。<笑>姨父。哦，姨父，姨父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个小子啊，哎呦，长得。闺女。哎呦，这孩子长得跟我姐夫一模一样啊。哦哦哦。哎，哎，小嘴儿。我说这阿梅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啊？啊？ 没想到，当我们返回阿里支队时，正赶上阿梅分娩。阿梅，加油！我知道生孩子疼，但你要忍一忍啊。 生了，别着急，还要等一会儿呢。还要等一会儿？阿梅，曹医生说了，你这孩子还要再等一等，你再忍一忍，好不好啊？使劲！老师，老师，哎呀，回来了。 爹爹爹爹爹爹！哎，你真是带头违反组织纪律啊！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向你道喜。生了，都2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呢，快去！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安政委吧？我是南疆公安局老王。啊，老王，何司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们先安排他休息啊。哎，不不。 我们想尽快的进入工作，进入工作。乔阿梅现在正在生孩子，我告诉你，王处长，这是我们阿里边防支队在山上生的第一个孩子。乔阿梅非常勇敢，不亚于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。阿梅。 欣然，快看看你孩子吧，生了个小公主。啊！快抱抱你的孩子。阿梅，你回来了。你受苦了。 我们一定要把他在山上养大。嗯，咱一定把孩子在山上养大。
王处长，这事儿要不然先缓缓。你看他刚伤完孩子，身体很虚弱，万一受了刺激怎么办？缓到什么时候？我想起码要等到满月吧。让我们在山上待一个月？不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王处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先下山，等孩子满月以后，我一定负责把乔阿梅送到山下去。不，这绝对不行。乔阿梅必须在我们的监控之下。那你们只好等了。不过王处长，我要提醒你一下啊，这事儿你可得保密，千万不能让底下的官兵知道你们的来意。为什么？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车青云先遣连的旧部，即便不是他们的旧部，在山上他们和车青云夫妇处的感情非常好，山上的人又容易感情用事，万一弄不好，你们的使命会激怒他们的。好，谢谢你提醒，我们会注意的。哎，嘿，这睡觉的小模样可真可爱。哎，咱这闺女啊，跟我想象中都不一样哎，小鼻子小眼的，你咋跟个小老头似的？你说她像谁呀？刚出生的婴儿都这样。过一段时间就能看出美丑了。哦，这闺女长大了，肯定错不了，跟她妈一样，要多漂亮有多漂亮。你这趟一去一回好几个月，累坏了吧？这算啥？土匪都送到了吗？是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老同学陆文轩落网了。陆文轩，他在哪儿？这家伙混进了土匪的队伍里，那个从红线马上跌落的独臂土匪，那就是他。那枪伤不是当初你打的吗？真没想到他能有今天。王处长，请。好，谢谢。听说那天土匪到你们家抢劫的时候，你和乔阿梅都在场。是，乔闷吧，给我阿爸看病去了。那么，那天在土匪当中，有没有人和乔阿梅说话呢？哎，王处长，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什么。来来，再喝一点。你知道那盒盘尼西林的下落？是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没说，是因为陆文轩在你们进藏这件事情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嗯？因为你？报告。司令，我来了。阿胖。哎，这就是你们在山上怀的那个孩子吧？嗯，蛮健康的嘛，这吧？健康啥呀？体质弱还生病。哎，司令，你找我来，不会是因为山上离不开我家老曹，想让他多待一段时间吧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乔阿梅过去有个姓陆的同学，在先遣令进藏的前后，他是不是跟乔阿梅来往比较密切？司令，您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啊，看来这情况还挺复杂的。他们是来调查这件事情的。也不全是，还有别的。
他们为什么不问我？哎呀，这也不算是个啥事儿。哎，你刚生完孩子，先把身体养好。你再说那个陆文轩不是抓起来了吗？你事情早晚会查清楚，你担心啥？哎呀，来来，闺女，来。哎呦，这老半天，那胳膊都麻了。事情有了新的发现，我们要尽快的跟乔阿梅谈谈。有什么发现啊？土匪是从南疆来的，为什么他们对阿里地区如此了解？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袭击改泽？为什么乔阿梅也碰巧在场？难道这是巧合吗？这关系到阿里地区的安全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这样吧，这事儿我跟车庆云同志再商量一下吧。车庆云同志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要是他在场，我们不好开展工作。安政委，希望你尽量的配合我们工作。在家吗？谁呀？请进。是你啊？你有时间吗？有事儿您就说吧。上次在南疆，你说陆文轩的胳膊中了你一枪，这件事得到了证实。为什么当时你没有打他的头、胸，或者是腿呢？而只打他的胳膊，还是左胳膊？你们到底想说什么？要是你打他的头和胸，会置于他死地；打他的腿，他也难以逃脱。你们是说，是我有意要把他放逃跑的？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咋的？你找我就这么个事儿？你是政委啊，政治工作方面的事儿你做主就完了。那些条例我拟草好了，你也得签个字啊。你是支队长啊。回头再说吧，我回去回去。我找你还有一个事儿。听我说啊，上山的时候呢，我老婆给我带了一双狗皮褥子，我用不着。阿梅现在不是捉叶子吗？走，跟我回去。哎呀，算了，回头过去取去啊。哎，听我说吧，去拿狗皮褥子，我那还有一壶好酒，啊，咱哥俩好好的喝喝酒啊。我哪有心思喝酒啊？人家都上山来调查我老婆来了，切，别在乎啊。哎，这王处长自打上山就没见过他呀。他忙啥呢啊？哎呀，老程，这事儿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干公安的都有点神经病，你还不了解啊？别往心里去。哎，他人呢？去我们家了。不，这事你听我解释。你就因为这个把我调出来是吧？哎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老婆正坐月子呢，有这么查的吗？哎，老程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吧。就为了这个，你们就给我扣这样的帽子？不是，陆文轩交代的，你是他们派到我军来的。进疆后他联系上你，一起从事破坏我军进藏的活动。他这是诬陷，是在报复。他为什么要报复你？因为他想得到我。因为要得到你，才对车青云和先遣连干那些事儿。是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告诉我的。一个军统特务的话，你也信？作为一个军统特务，最需要的特质是什么？冷酷。而最不需要的，就是感情用事。陆文轩作为一个老牌的军统特务，为了得到一个女人，使自己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，这可能吗？不要狡辩了，说出事实真相。说。你想干什么？王处长。沈支队，车队长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配合你个狗屁！以后再敢趁着我不在跑我们家来，我真对你不客气。出去，出去！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碰你。再给我。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？不，绝不。安政委，你听我说，陆文轩作为一个老牌的军统特务，会因为爱一个女人冒险留在南疆吗？哼，除非啊他疯了。邱阿梅有严重的问题，我们必须带她下山接受调查。哎呀，王处长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里是马里，下山没那么容易。安政委，谁说阿梅是军统的特务？他要是特务，那我就是蒋该死。净瞎扯，不相信自己的同志，却相信一个特务。阿梅刚生完孩子，现在要是让她下山的话，那就等于是要她的命。行了，别吵吵了，相信组织，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。我就不相信这事查不清楚。行了，别愣着了，回去吧。哎，行行，跟着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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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吧。王处长，我们怎么办？马上向上级汇报，给阿里支队施加压力，否则我们很难带乔阿明下山。是。陆轩，啊，长官，有人给你送了东西。哎，长官走好。又是一个有情人。阿梅姐下山后会坐牢吗？如果调查跟陆文轩是同党，那就得坐牢。车大哥那么大的功臣，也救不了他老婆？救不了了。
不行，这么好的人，不能让他坐牢。哎，阿里这么大，失踪一个人，谁也找不到。卓玛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把阿梅母女藏到我阿爸家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卓玛，如果放在过去，我也会这样做，但现在不行。哦，就因为你现在是军官了。别忘了，你这个官还是车大哥给你争来的，如果没有他，你也娶不上卓玛，也不会有那么可爱的梅朵。我知道，可是你到底干不干？何司令也知道这件事了。嗯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让我配合他们的调查。那他也同意让阿梅下山了。他本来是想让阿梅下山生孩子的。老曹，我最近这个眼皮子总跳啊！你看，什么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跳的人心里都发慌了。青云安排的吗？主意是卓玛出的，支队长同意了。他怎么可以这么做？这种事情是躲不过去的。阿梅，车大哥的意思是不想让你和孩子下山。这样，你先到我阿爸家去住几天，他们找不到你，自然就会下山。等他们查清楚了，你自然就没事了呀。这事没那么简单。本来就没那么复杂，既然支队长能有这样的安排，他就能应付的。我不能牵连他，我得回去。小子，阿梅，阿梅，这个孩子是神赐的，谁都不能让他受折磨，包括你这个母亲。请你马上给南疆发报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们是军县，没法给地方发报。哎呀，事情紧急，要不你发给何司令，让他知道。我老婆孩子呢？什么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乔阿梅不见了？我问你呢，车支队长。要是乔阿梅失踪的话，你要负责任。干什么？前面。他们娘俩也够三长两短，你们谁也别想下山。没有人啊？那能去哪儿呢？去改革了？曾医生，快！快，孩子！曾医生，快！孩子！孩子怎么了？孩子不行了！救孩子！救孩子！这孩子的症状跟小艾丽是一样的，现在必须马上算山。啊！马老三长期生活在南疆，他怎么会知道改泽宗只有白马家有钱有粮呢？还有，他抢完钱财以后立即就消失了，
从而甩掉了追剿部队。如果没有内应的话，这可能吗？那你也不能说明乔阿梅和陆文轩联系过呀。那红玄马怎么解释？为什么刚好落在陆文轩手里面？分明是有人为他提前准备好了，因为陆文轩的马腿瘸了。哎，什么呀？这上山以后，这乔阿梅一直骑着红玄马，碰巧的事儿也是有可能嘛。最起码，她是个训练有素的女人。王处长，你的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？咋样啊？少退一些了。比相信我自个儿还相信你。我能理解，干这行的都有点神经病。我也能理解，在阿里这个地区，人和人相处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，何况你和车青云是搭档，乔阿梅呢又是全支队最漂亮的女人，谁都会怜香惜玉的。王处长，正经点好不好？我在跟你谈工作。我也是。哎呀，你烫得厉害，我去叫姐夫吧。不要吓我，拿过来。可能是产后虚弱。又着了点凉，没事儿。咱明天就别下山了吧？不行，一定要把孩子送下山。看你这个样子，咱明天能走吗？他还真就没事儿了。还挺好听的哈，叫起来挺顺口的，还有纪念性，这名好。阿里，你妈给你取名字喽。公公，哎，我闺女这名字咋样啊？挺好听的。哎，你干啥呢？把这个给阿里带上，保佑他平安。停班跑了，快点人啊！停班跑了。
上啊！不可能，不行吗？你别胡说，那坚持坚持啊！走出雪地就没事了。巩波，哎，抱着孩子，好，来，下来，慢点啊！哎，跑不上。雪停了，前面没多远啊，咱就走出雪地了。到那儿咱再好好歇歇啊，你可千万不敢睡啊。那陆文轩的供词啊，那不算个啥，说明不了啥问题，早晚能查清楚的。啊，你别担心。阿梅，以后啊，我一准听你的，我一天写一篇日记，我再不背着你偷着抽烟了啊。阿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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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睡，阿梅，阿梅，阿梅，你醒醒，别睡，阿梅，阿梅，你咋了这是？阿梅，阿梅。你醒醒！怎么样？周队长，嫂子，嫂子已经不行了。阿梅，你醒醒！阿梅，阿梅。你给我睁开眼，阿梅，阿梅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阿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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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队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儿休息？今天晚上要过不了雪山，我们都得冻死。陈军，你要开枪的话，我是烈士，你就是阶下囚，我今天就打死你。你不能这样！Thank you.
这次上，下面是冻土，又没有工具，没办法挖墓穴了，只好用石头给嫂子建一个墓。 在奔腾的浪花里，我是哪一朵？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，在辉煌。
十月的长河里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。不需要你歌颂我，不渴望你抱得我，我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。不会。